的事情也有纸鸢在办。天道不同，其罪万众。师傅，等等我。老师好的，谢谢谢谢。来了，有的。拿完拿完，过来过来，停下来。好。你刚忘住了，你我相信。你有说过的话吗？嗯。回忆，返回。祖国护家之事，哪有分男女之别？省得回来了。师父既然相信我，并非用一对就不会走出来的。不要拿看待弱势的眼光看待外人，这些话师父虽然没有告诉你，但是这也是师父教我的。吃饭吧，咱们都到了这里，饭不会走掉的。马上在高边走，然后师印看着干饭的朱颜，轻叹了一声。师父小心。排山倒海，好，是不是小心就一推过来就看这边了哈？然后就接那边那个，对对，飞机网落下来。来，好。好，那我们不要滚，我们拍一条啊。好，不等了，这次啊。师傅，小心。停！别动！节目快到了啊！